好，各位同仁，请就座。我们现在来开第五次会议哈，请秘书长宣读第四次的会议议事录。宜兰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大会第四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5日下午20:32，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定和议员等34人。类席人县政府财政处长林佳阳、财务管理科长胡淑兰、主计处长陈金星、预算科长林汉川、农业处长陈德新、民政处兼社会处代理处长邵志奇、地方税务局局长李丽丽、卫生局长刘建廷、建设处长林国民、工商旅游处长陈昌伟、秘书处长吴志宏等，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林副议长齐山、记录陈洪谋，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签到议案已达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三次会议议事录，讨论事项、讨论议案，即农业类2件、社会类1件、财政类3件、主计类6件。大会决议详如议案审议一览表。上面下午52分以上。各位同仁，议事录有没有意见？陈宏喜议员，昨天的那个详如议案的审议一览表在哪里啊？咱中午抬几啊条，保留几啊条，迄拢伫台阿无啊？后壁附一张啊，后壁掀过来就有啊。是几啊？后壁掀过来就是啊。你第一安尼掀过来就是啊。翻过来就是了。还有删除两笔啊，在哪里啊？在哪里？无啊，我无看。放在一边啊。到位。八一三这里无删除，这哇，最严重程度删除啊，40万，对吧？好，是同我阿妈过来一个，这个同我记这里哇，同我记这里哇。即嘛，老板重新即嘛重新去删除啊，所以伊家阁有占伊保留啦，嘿，啊，今仔过来就即个保留掉了，其他继续咱即100块即个无吼，今仔再去继续讨论，再保留一包其他包括迄个，好，安尼无意见了吼，好，那我们议事录准备备查，啊，底下要甲大会报告吼。这个我们的议事录哈，日程表今麦已经有分落去哦，大家遐哈。我们议别会会议讨论的议事日程哦，今麦有改变哦。除了我们议员另外提议增加了大约有21个专题讨论哈。因为会期哈，内底时间就是总共这时间哦，所以讲经过。五个各提案的各位议员啊，已经有做详细的沟通啊，现在调整为12个哈。同时将这专题报告的时间已经排定在5月12号跟13号这2天来进行。哦，那以后进行啦顺利，应当12个时当完成。那假使无法度的时候，可能就是以后这个补这个后边这个议程。那个陈安庄演，感谢大会主席哦，大家高照。那个就叫主席哦，把这个12个的专案专题报告哦的那个项目哦，给本席了，好不好？好，好还是给大会的同仁哈、哦。以上。啊，你好来，主席啊。主席啊，这12项的专题报告哈、哦，那个请县政府准备的相关资料提前送给我们啦，卖讲一开始才要分，啊，我那根本都无了解伊的资料是啥物货啊，哦，这个应该是在看你要前几天啦，哦，要送到了才可以啦，好，邱将军员，喂，对哦，各位同仁哦，我现在建议啦哈，卖大概讲。即个专题报告吼，拢录制到后一个会期，也是临时会期的吼，是毋是？既然已经说到剩12个啊，如果取得原提案人同意啊，吼，是毋是看一天6件，迄天的6件讲啊煞，那暗下差一撮也无要紧，是毋是？安尼大家会当接受无吼？卖阁拖到
后一届临时还是定期会去再去处理再。都是十几个，拢个处理个煞哩啦。拢完成就对啦。系啦系啦。好啊，安尼阮就甲排这两天的这个，啊咧，黄议员。反对，权力问题要反对。哈？权力问题反对啦，五点就两啊，都要休困啦。啊，无安尼啦，迄个原则上是排两天。无啊，你啊，关天啊，真啊，同意你甲拖嘛无意思啊，对不？你比如讲，上尾案也是讲，既定是温议员的，你要拖到后一回去去无？你嘛是无爱啊。啊，我是讲，若是讲关提案人啊同意，是处理有所安尼，安尼对提案人嘛是一个尊重啊。哦，安尼黄议员，你反对？哈？反对。安尼啦，无安尼啦吼，迄个当时的进行哦，到底怎么样哦？我们要看那个当时的状况啦。哦，啊，当时假如啊顺利的话，可能也无得到是免延期。什么时演？迄个主席哦，当初是迄个咱昨昏大会时阵啊，议长伫讲啦，就是讲专题报告，就是在那个我们现任咨询的时阵哦，进程啊完成嘛，提早嘛。啊，你即摆过安尼，咱就下个礼拜一就先专题报告。我即摆最主要吼，咱迄个专题报告即摆好用。因即马爱开始收集个资料吼，啊，然后要做一个专题报告的一个啊规本的这个报告予咱，所以讲都你即马讲要及时吼，啊，伫这时间内底提前来把它啊提出来的话，可能因嘛准备袂赴啊。好，安尼下个礼拜一早上就那个专题报告的所有书本资料拢爱提交。啊好啊好啊，我个要求啊好啊好啊。安尼会使无？迄个，即两安尼赴啊袂啊？会啦，加班嘛要加班啊。好，安尼啦吼，迄个我们早上啊，先确认这个议程啦，啊，然后我们今天就马上要求县政府那边吼，啊，应该是在礼拜一的时候能够把它完成，来交付给我们所有的议员，安尼好不？啊，好，咱大家先看过，他如果有某议员你讲的，跟陈安忠议员你讲有理啊，你拢无先看过，我袂知你当内底到底你甲到我内底内容是啥，吼。那议程我们就这样确定了哈，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议程就继续。被查呀，被查。好嘞哈。好，我们有两个被查案哈。向大会报告，县政府来文，宜兰县政府函啊，受文者宜兰县议会啊。中华民国105年3月23日，福里管制第10500047238号函，足足检送2016年宜兰县宜兰立设博览会五老坑风景区短期经营管理合约书一份，请备查。这里不，这刚不容易呢。啊，对这个备查，你们意见？没意见的话，祝你备查哈。啊，继续。请各位议员参阅备查案。18-006号案农业类，来文字号。起码是昨昏迄还未煞，要阁继续，而且唔再来备查。我这个先，这个报告书上来，这先完成了后吼，啊，再开始换昨昏的那个继续安尼。啊！你买了备查案呐、啊？不是的，他以前报告事。对了，这里是报告事项了。啊？这么写呢？啊！我看无啦。照理来说是延续昨天的，啊，唔再来做备查案唔才对。报告事项。是不是安尼？唔才较顺序。对啦，啊，这嘛就是报告案这个。无啦，报告案你念咩啊？迄个报告红报告。这干嘛搁念？念吧。你刚才就已经念了。这个是报告事项嘛？报告事项说，我们叫迄个讨论议啊。对啦，啊，这嘛都报告说啊。报告一件不。无啦，这嘛都头拄啊报告一件嘛，啊，搁另外一件、两件啦，这件搁报告一下，安尼咱就当继续来讨论啦。啊，你麻烦咱边用过诶。无啦，啊，就是。如果意思确定的，我拢拄啊先意思确定，这个就意思确定 OK 啊嘛。对啊。啊，你这嘛就后壁就这个照程序行嘛。啊，因为剩无偌济，紧就结束，而且后壁要搁安怎来做？无这嘛只备查尔，备查你这嘛这个搁好一点者啦，好不好？
哎啦哎啦，拜托的。好，请各位议员参阅被查案18-006号案，农业类，来文字号105年4月25日，虎龙房字第10500-1681号函，简送本府修正宜兰县农药贩卖业执照收费标准，如附件，请被查。啊啦，不予被查啦。好，安尼哦，安尼，这个被查的部分可以通过啦，安尼无？不予被查，你呐？不予被查嘛，是爱被查，安尼。你个写不予被查嘛，阮两个都写落去嘛。对啊。慢咧啦，吼。较顺一点，较顺一点。啊，起码我若无看迄个物啊，你再叫我去看，变来变去，我倒一顿遮侪物啊，你再变。好了，好，那我们继续哈，昨天的结论啊，讨论那个啊，结论讲这个嘛，啊，备查案都，你敢无这资料吗？不予备查，我两个不予备查啦。你敢无资料呀？啊，表姐，表姐，表姐，啊。妈呢，拜托你啊！那我俺捌主持过这啊，你他妈那小安尼还学习一下安尼，阿妈安尼考试安尼在未？啊，你都无照报来，我嘛跟你同款。无啦，妈啦，赵一成啦吼，安尼无咱延续张吼，张一个，105号案张阿未讨论煞吼，那我们就继续吼，阿个念一遍阿免啦，对吧？准备备查啦，嘿啦，妈呢啦，哦，好不？好了，安尼无咱继续啦。昨天继续昨天的100。那个，请各位议员，你是先生参阅那个议案，那个财产处分跟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这个议案，请参阅在政治第105号案105号案。105号，向大会报告哈，昨天有审议过，是从第五页，从那个第五页开始，到第四，第五页到26页。昨天审议过是有两幕，那个暂予保留的部分是在第十一页的那个观光区整建工程的423万5000元，以及在那个26页，这25页跨26页的那个宜兰县政府地方税务局主管的那个法务案件处理那个。注销439000元，这两幕是昨天暂予保留，其他是今天要继续讨论的部分。好的，陈宏哲也，陈宏哲建筑师啊，他在盖房子，恭喜陈宏哲。楼栋。那里，请说明哈、哦，那个办理第24页呀、啊，2021童安姐这个短期这类呀、啊，公，跟谁啦？请说明了。好，请我们公。公理处处长，文化局吧，文化局哦，文化局，今天快几十人呀？我遇见那快几十人呀？好的，陈时彦，你讲第几啊？跟议员报告哈，这个二倍金的动支哈，那最主要是我们去年童安节的时候哈。那104年1月1号那基本工资调整了一次，那7月1号那一个基本工资又调了一次，所以针对那一个
人员工资的部分有不够的情形，所以签字动支。那另外是去年那一个，因为年初的时候那开始那个雪隧塞车的情况非常严重，那为了同安节的活动我们跟台铁形成一个专案的合作，包括彩绘列车这个部分所以是动用了250万是开支在那个部分以上。对于104年的同安节，现在你就是支付盈亏就好啊！你现在要阁提第二预备金？你在104年度的话，拿了第二预备金，拿了多少去同安节？总共拿了多少？200万。只有250万而已。那其余的250万，把它删除，好不好？同安节只有250万，你拿了第二预备金，拿了250万嘛？你都讲了嘛？之前你有听哦？200。那还有200多万，那个在那个同安节的设施那边呢、全部删除。总共是，这个部分是提250万对吧？我讲同安节的部分，在104年办理同安节的部分，总共花了多少钱？第二预备金拿出去的。你阿公250万了嘛？可是我看了里面的数目不一样啊。好、哦，超过了哦，250万超过了全数删除啊。有关于同安节104年度的，好、那个大会那个这些你要做好了，做一个记录了我先那还有，先我一看掉吧。你注定啊，你有确认吗？跟那个议员报告就我文化局动支的部分是250万，这个同安节部分动支的第二预备金啊，文化局的部分，那同安节啦，那公旅处文化局的，是那公旅处的那个部分，是因为牵涉到那个原来设施的改善，它既有设施的改善，什么原来设施改善还不是给你们吗？谁在用的？现在有在用吗？现在有在用吗？公旅处现在有开放吗？哦，恁这拢是啊，第二预备金提起来乌白母，财主啊，你规避预算审查吧，主席，可以这样吗？局长来说明那个下面那一项啊，70万这个啊，文化局办理许芳宜艺术身体什么快乐工坊这个啊，讲座这个、啊，请说明，请你坐上面。好。跟议员报告那个许芳宜小姐是那个我们杰出的宜兰国际有名的舞蹈家了那因为她常年都居住在世界各国这样跑，那刚好去年底有一个机会，知道她要回来台湾，那我们希望就借由她的那一个整个舞蹈的素养那回到我们宜兰来帮我们的乡亲跟学子那探讨，那我们办了10场的工坊，那跟她那一个让我们的学子跟他面对面然后能够从他的经验中得到一些养分，大概是办这个活动。那至于会签二倍金，是因为确实因为许芳宜他个人因为他的那一个行程比较难确定的那刚好是去年底那时候他回到台湾，所以说我们就那个用二倍金来处理。以上，主席，这是金产品还是本门？好，请主席主任，主席处长来报告的。我这到底谁呢？那个是金长门。金长门吧。金长，县政府说金长门不能用嘛，第二遍就是用到资本门啦，全数删除了。这里是40万呢。你一直讲金长门你听无？无啦，这里是你即马你讲这里四十万全数删除啊。好。那这个40万全数删除有没有？啊，都这个呀，来呀，戏剧团那嘛是呀。啊。什么金长门啦、啊？有关于在那个第二预备金属于金长门的话，全数删除啦。金长门的部分是。资本门啦、啊，金长门啦、啊，金长门的部分啦、啊。那下面那个文化局那个主席，那是资本啦、啊，金长。这是戏的嘛？这我看唔到啦，你马上讲的。这里唔是，这里嘛是，这里嘛是呀。啊！文化局办理那个啥头城奖故这个呀、啊，主席，那资本啦、啊，金厂，
金山门较大声的，我听无啦。金山门，之前有听无？有。那属于金山门全数删除啊。安尼七十万嘛，好不？那个陈鸿禧议员呐，主张这个金山门的部分呐、七十万悉数删除，各位有没有意见？有意见哦，意见先走，我们先你保留了，好不好？那其余的部分有没有意见？有意见。好，来，王议员。二十四页，赶快二十四页过来移嘞。农业处，那个一般建设这里哈，一般建筑设备，先搞下，即马做好未？渔业所就要搬搬去。到这里。二十四页嘞，农业处主管嘞。这里是迄个运动中心，这是迄个一百九十九万八千。这是渔业管理所是？渔业管理所。渔业管理所，那个农业处，阿麒麟，好来。好，处长，请报告。啊，主席，各位议员啊，那，这部分就是讲那个渔业管理所原来的办公室是在那个宜兰运动公园的那个游泳池那边嘛，那那边要盖国民运动中心，所以就有规划要搬迁，所以在104年都有编了20万的搬迁费而已哈。那也要找一些地点，比如说我们找过五节的那个消防队、苏澳的那个三拍的楼上，还有宜兰市的一些节省时间就不要讲那么多了。恁这个钱当时要开完成了，啊，搬进去是当时啊。今年二月完成搬迁了。今年二月，今嘛拢搬进去。拢搬进去对。啊，当时要做好。大概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完成，然后搬迁是在二月完成。105年二月搬进去。对对对。啊，什么时候完工？在二月，也是二月，那个完工之后就搬进去了。完工搬进去的。对对对。好，施工什么时候了？详细是不是我们请所长来说明一下？好，谢谢。好，主席好，黄委员好。那施工大概是去年的十月左右在施工的，嘿。好，黄委员，主席啊，安尼大概清楚了哈。第十月，哦，伊才开始办花苞。十月办花苞，你五六月也就当来追加，为啥歹追加？好，请到那个。报告议员，你刚才是讲施工啦哈，因为我们发包的时候其实有经过几次流标啦，发包等下就好了，流标不管你了，发包等下发包了。七月份发包。七月份发包，五六月也有开议会啊，可以追加啊。怎么不要追加？预备金那么好用吗？那个啊，县政府的预备金、第二预备金都可以这样子想用什么就用什么。那议会的金件就限东限制东限制西。哦，谢谢。你们可以办追加。哦。啊，为什么不办追加？时间点就对得很清楚了啊。是不是请那个主计处长报告一下，好不好？那个，我们在104的追加预算呢、应该是在6月21号就已经把那个预算书啊送来那个议会哦。那我们在办追加预算的时候，通常也是5月初就开始启动哦。所以说，根据他的签，他是在7月签的时候，确实是来不及放入在追加前预算。哪里会有来不及？像恁今嘛，议会听时会不给恁办，就僵持一排啊，对不对？可见你们对这样的一个事件。不很重视啦，蒙拖蒙拖，反正有预备金可以用，没有关系啊。怎么会来不及？
来不及都是推脱之词啦，想要做正不想要做，还有想到要做或是没有想到要做这样子而已啦。因为财主吼，恁两个爱较注意一下啊。有当时啊吼，迄个像讲人因即款的物件咧，会当预定的行程内底吼，诶，行程内底吼，应当你都是爱叫赶出来，那是袂使，就是袂使。啊，你拢开那个方便之门哦，啊，给他们那个二倍金很好用。阮议员签的无一条会使哩，啊，那恁签的逐条拢会使。啊，这个可办追加哦，没有办追加，这个全数删除。业管理所189,800。王议员主张删除，有没有意见？有意见哈。好，那其余的部分哈，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啊，陈议员，陈正南议员，二五幺哈，禁止收受费哈，17,000黑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有没有重复一下？那个环保，那个环保局。好，请环保局列席报告来。环保局有来吗？好，局长，请报告。局长，二五幺吼，建筑设备的迄17,000遐吼，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有没有重复？到这一次做到都是一样的。没有重复。为什么没有重复？你看看内容，有什么没有重复？对，但是他执行的内容呢，很类似，但是他每一次的作业呢，跟他的做法，其实都是那个陆续追加的哈。那但是也因为有不同的议员他们所那个建议的这个部分哦，那个每次都是通过什么那个资源调查，资源调查就是他在做吗？其他的没有人在做吗？不是，他其实是去买这些背心啊，或者是潜水设备。那大部分都是买设备啦，包括电脑啦，包括这个潜水设备跟这个。你有没有去看？有没有去检查？这个部分的这个设备。你有没有去检查？照片给我看。在这里。他买的照片给我看。有好，这个。照片给我看。有没有去买？有没有去订购？有没有去买？有啦，这边好销，你不叫宝来面还是啥是不是？就是以前的，还是旧的，还是新买的？这不可能造假。造假，明天就深入了解一下，为什么造假？那施阿镇的豆腐甲自然生态和这个宜安县的自然生态是重复的，是重复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你这个有一这个这第二页毕竟为什么给他上几名施阿镇豆腐甲豆施阿镇的豆腐甲自然生态保育协会啊？那时候自然保育协会的时候。那钱给他再挖出来给这个宜安县保育协会，宜安县动物界保育协会，这个名称能够没有重复？你只敢回地四二镇动物界自然保育协会啊，讲说成唔对，如果甲提地过来动物界宜安县自然保育协会，你有没有去调查？这个都是重复的。你有没有去市啊镇公所去查？市啊镇公所的代表也是这样的，递给他补助，市啊镇公所的补助，宜安县的补助，就我们那市啊镇公所有没有连线？有没有连线？你知道市啊镇公所历年来补助这个单位补助多少？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去调查？这个部分我们没有跟苏澳镇公所的补助有勾稽的情形。为什么他苏澳镇公所的补助在我们可以再补助？事实上一个单位是不可以有同一件事情争取两份补助啊，用同一份东西核销啊。如果有这种情形，我们就会收回。你查一下嘛，苏澳公所历年来补助多少？我们历年来补助多少？这个部分我们来查。你查一下嘛，我们来查他是不是有重复请领补助。什么时候要查？会后我们就会去查。不过这个事情已经在104年，也就是过去的那个年度呢，已经这个核销完毕哈。那陈议员如果有具体的证据哈，可以提供给我们协助来调查。你为什么是特定这个宜安县的宜安县豆腐甲的保育协会，特定这一个单位？
为什么每次都偷听都带？其他的保育学位是很多的，为什么其他不发标，没有错重伤，偷听这个保育学位，为什么有什么好处？我想陈议员那个对于我们那个办理这个哈，是他们有意愿哈，或者是愿意出来帮忙做这个底下的这个渔网啦、垃圾的清理哈。那透过议员建议说，给他们购置一些设备。大家也有欲望，大家都有欲望。我们的海，我们四二镇的海洋会，他也是有欲望，你都没有给他。啊，四二镇的豆腐家自然保育协会，他也有欲望。你都不给他做。那个成员啊，我看这个吼、卖在这争论了，好不好？这个部分，我再了解啊。这个部分哦，假如你认为有问题的，一条我签的啦。哦，这你啦。为什么做独特的呀、啊？你要真有问题吼、那个我们就把它列入记录啊，要求我们环保局啊，哦去调查清楚了，这样好不好？还用我啊？要去争，这里要地提。那个保育学位被请不守，被请重伤位，你都不给他，为了独特这个，就这个是保育学位。这个保护的爱资源是你最大的愿望啊！你那个公正？不是啦，爱公开、公正、公平啦。我是爱公开、公正、公平啦。你注意你家己的做法啦。不是啦，我说跟这个你独特这个单位是不行的，要公开化。好啦，公开，你每年。这个调查一下嘛，那个局长啊，不白调查，局长啊，因为这个附带决议啊，哈，啊，预算伊无意见啦，啊，但是哦，一定要调查好清楚了哈。正式询问给县政工所哈，看你同一个案是不是有重复的补助了。三年，然后这样的话，这三年来。这个部分我们来调查。好了，这个你起码针对是这个案嘛，这个案呢，会处理得好嘛。这主案就有重复买无？都这案，没有这案，这都有三条啊。伊买来，所以讲就是你买来，是不是有年限的限制嘛？无报销，有，你也还去，等于报销，搁买新的，这合情合理的嘛，紧合情合理的。啊，这买来无报销还去，你就搁买，是不是有重复这个重复有没有重复的？好啦，那个当然啦，今嘛这都已经给你做附带决议啊。你了解的，管建物今年三年来补助偌济，啊，政工所的补助的有没有重复？好啦，但是重复我们不要这个这民脂民膏吧，就不要这样啊，好啦，啊，不要特定的，不要特定的对象啊。好，哎，你谈多啊？好，谈多啊？哎，黄议员，黄议员，耶，那个议长。拜托你吼，较公正公平一点，好不好？因为你主席台主持公道就好，我们的权利问题啦，不要反执行啦，对不？阮陈议员安尼讲，你就讲反执行，那这样不好了。啊，万一有一天轮到我，你嘛讲反执行，啊，阮情何以堪？好，江议员。一处吼。这里其中有一项叫做 BCD 福利调整背心，那第二项也是 BCD 福利调整背心，这是怎么一回事哈？那我请教一下，这个背心一件的价位是多少？得贵点。那个主计处，请你答复一下哈。好，处长，请答复。有关这个部分的话，就可能要，因为这个都是那个业务单位他去审他的审这些那个买的东西哦，所以这个可能要看他们审的那个签的内容。都是业务单位让你列租给你登业某登给，你是闷着眼睛就盖章就对了。你毫无都没有去了解这个背心的单价，他应该都有那个。哎，环保局，你只爱背心尽量是我最。这个部分哈，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装备了。一件多少？多少的价钱呢？事实上，我们是那个相信它最后的这个。是啊，我请问你一件多少？这个部分说实在，我没有概念的，我没有概念。那跟你申请的，难道都没有提出计划书？有。难道都没有报价？有。啊，有你都，
这个报价哈，最后其实他不是必须要拿单据的，所以这个。对啊，我再有请问你，那钱也是偌济啊？这个在单据上面哈，哎，我。这个先保留了哈，你改的相关资料，就是因为第二项也是 BCD 的福利调整背心，那你第三项也是一样 ，BCD 福利调整背心，两个，一个是七，一个是七万，一个是五万，那里面采购都是同样的哎，主计处主任。你应该对这个问题，应该在核销的时候，你应该有盖章啊。这个部分，那我们这个先保留，这样好不好？那个资料哦，相关的资料哦，送给那个。下一次附上来的时候，好不好？来，这个哈，资料送过来话哈。啊，过这三年期间，政工所补助所跟咱县政府所补助的，这个单位到底达补助偌济？这三年来都三年后补助偌济？哦，你我问怎样子都？主席我局长，哎，我有没有听到？好，你有没有听到？好，可以。哦，王秘书，哦，啊，到底你有你个检查遐个物啊是新的还是旧的？你有没有认证？有没有去认证？如果是刚才以前补助，伊无的报废，你都过来买新的，这样对不对？这样对不对？局长，这样对不对？以前他你有他已经有以前有申请了，啊，他没有申请报废。这次再添购再买，这样没有违法。如果是这个同一件哈、拿来核销，那当然是违法。但是如果他已经有一个设备，那但是呢，这个设备不够用，他还要再买新的，他的确就买新的，这个其实是没有违法哈。什么叫不够用？当然就是他可能要清的范围，或者是使用的人会变多嘛。如果是他的会员是两百个，是两百件吗？不一定，因为他真正能够下去清的并没有那么多。那是不是比较会员？就是无人遐侪多，迄拢是。对，所以他就并没有买，并没有买，每个人都有一件了哈。这个刚才江议员所问的这个，收集资料了。江议员所问的这个问题啊，一件是。一万三，那所以前提还是买的。这里按玻璃了，那局长接了，这样子。刚才就是说有那个造假的嫌疑嘛，那我们每一百件有抽查3%到5%，这个把它列入那个查验小组里面的一件了。我附带结议结。好。哎，吴议员。刚才谈到这个哈 ，BCD 的福利调整背心哈，这个装备哈，我来请教主计处，主计处啊，我们所有的相关团体啊，包括助工里面的装备，它都有年份的限制，购买年份的限制。哦，我不知道这一件你到底有没有限制啊？哦，你讲清楚，这个项目当中是不是有限制，有年限的限制？那每一日，你讲同款啊，所有双子队已经同款，两年再赛买一摆，啊，这有这个限制无？哦，你也要讲清楚啊，这拢一定拢爱公平才会赛啦吼。哦，所以你在主计在审核这个时候，应该都要很清楚了。我请教你说明一下。好，处长，有关这个部分啊，因为。在我们那个政府那个财产分类以上啊是没有这个分类的，但是如果说像警察、消防他们在规范说要买给这些协勤的名义的话，他们是有规范说，比如说两年或一年或两年的话才能换这个装备，那他们是用这种情形去那个，这个并没有在我们的那个政府的财产分类里面。好，吴议员，处长，你讲安尼我听了无啥会当认同啦，一个县政府。
的规范应该是一致的啦，不会的什么，哎，这里守望相助对疫情相关的装备就这样的限制，其他的就没有这样的限制，无应该是无应该安尼嘛？你租给你的心脏还是你普通你办法拢定较精严啊？我所以我专门问讲，你到底讲你讲甲这个无甲伊列入去，啊到底是什么特殊关你无列入？我也搞不清楚啦。对医生我是无意见，但是什么我是讲这个制度吼，我是希望讲会当建立无好势哦。到底是赶快啊列为讲相同的方式来做处理，还是安那样？安尼啦，迄、那个处理到这啦吼，伊即款呢，因为它是也是属于一种消磨的一个东西吼。我是讲安尼啦，这个案咱暂时保留吼，啊，互环保局这边去查吼。头拄仔咱家己做的这个国旗啊，啊查了看什么款啊，这个以后后一处的是咱啊过来重新审核一下啊，咱再叫他来提出来报告安尼。好不好、欸？当然、啊，一定要相关单位啊，哎、欸，好不好？啊，其他的部分那无意见就无通过，除了保留以外，啊，陈宏实验。主席处长啊、哦，对2015这个国际同安节的短期这个工资啊，加彩绘火车这个啊，这是资本们啊，进场们。第几页？24页啊。短期工作人员薪资调涨之类啊，那个进场门，两个都是进场门嘛，好，这样进场门就删除。好，无啊，这都保留啊，250万都拢保留啊，哎呀，无保留啊，有啦，全部拢保留啊，哎呀，好，那其他进场门嘛，啊，住平那是进场门嘛，哦，安尼迄个除了吼，除了都要保留的以外吼。那其余的部分，我们就按照啊、这个刚才审定的状况，我们来通过，好不好？好，继续。吴议员，不要搞，要保留。都要。有啊。有哈。250万的、啊、不是的，几十万的啦。有啊。哎呀，好，我们继续。好，继续举行参议在政治第162号案164号案，案由本县104年10至12月份第二杯金动资事业议规定编辑动资事额表，总计2361万2000元整，敬请各位审议办法，敬请会议审议通过。那个本说明栏在第五页起至28页。第五页跟28页。对，这些。这都建立款吗？好，王议员，那个第六页啊，一个补助壮围乡公所、啊、办理壮围乡集团村这个道路补助费用为什么会收回啊？请说明一下好不好？第六页啊，第12目。好，请农业处。农业处，壮围乡公所啦，这里吉祥村的壮武路。好，请你说明一下。好，请说明。在不？第六页。第六页啊。十二木一节。龙水路改善工程呢、啊？在不？那地震处为啊，那个从化区应该地震处。地震处为啦，我觉得地震处。从化区外才是那个农业处。你这龙水路嘞，哦，龙，哎，计划处，地震处地震处长，
好，班写班写。地震处有没有来？地震处。地震处长有没有来？啊，安尼暂你保留了，这点好。啊，阿阿别人给的。不是、啊，他这个本来就没有支付了，为什么会20万再涂销掉呢？安尼无等你再回说明了，好不好？啊，无咱即马其他后边的部分有没有意见？其他的部分没有意见了。没意见，全数通过。他不会啦，好在接了。啊？啥物件？谁不会啊？哦。哎，吴言。在一夜吼，唱歌的，迄敢唱啊济？第几啊？在一夜。唱歌298万。我们不是有，哎，这个是民政的呀。好，那个请补助头城中原记的抢孤民俗活动的这个部分是，接着写的民政处哈，请民政处长。这还是20个议员总共签没？哎，不是，这个是动支那个二倍金，因为那个头城中原祭典委员会在承办去年的抢孤，发现到那个抢孤的那个高墙哈，下卡生生，所以生意工人背起了会很危险，所以他来县政府这边，请县政府能够补助那个修缮的换柱子或以及那个保养的一个费用。这咱敢不是有编预算，对不对？啊，那活动预算，对不对？对对对，啊，这敢未使用追加减的？未付，因为伊来时阵，因为他要在活动前就要先做整理。那个时候，这一项是在几月份执行的？抢孤的活动，农历八月应该在国历应该是九月吧？但是我们的动支预算是在十月份呢。十月，伊来核销吧，伊来核销的时阵，照啊，这个你应该他应该是先给你讲才对啊。有，他要提早来讲，啊，所以干没付。时间上，咱去年的临时会，第三次是7月7日到7日，第四次是10月2日到30日，干没付。因为这个我们要改善了，不过他确实是因为有需要，我知道这个是这个，这个、有他的需要性的，是，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在我们临时会的时候提出来追加减嘛，对不对？我们一追不行的二追嘛，对不对？那对啊，现在我们也没办二追了，这以后我们改进了。对啊，是是，这个部分呢、哦，因为尽量可以不用到动动到追加减来做，好，好不好？好，谢谢。好。阿刚，我们要保留，无啦，还是要删除？好，有没有意见？好，黄议员。借那个圆山乡公圆山乡农会那个注销那个，请说明一下了。出现两次的注销了，那个很少看到这样的注销，请说明。圆山乡农会啊，这要请农会处哈，农会处圆山乡农会，请农会处长。地震处长，我来吧。哦，那个志愿归个找一下，叫伊过来一下。农会处长，好需要归个叫一下。处长，你说明一下哈，那个圆山乡农会得备吧嘛哈。那跟各位演报告，这是圆山乡农会，他那个温带梨的这个产销哈计划里面有购置一些那个中耕管理机的农地的搬运车，那自动的割草机。
还有一些喷雾剂等等的这些这些设备，我们来补助他做一些这种那个整个改善啊，整个耕作的改善跟形象。以上说明。我是说，你们15万为什么给他注销了？注销的理由是什么呢？已经被公第四季动支第二预备金这里把人注销了，这里是安怎注销掉的啦？上下骹无，下骹算到起来第三排。跟议员报告哈，这个注销的部分是因为当时调查的农民哈，后面在确定要申购的时候配合款不足拿不出来，所以就一部分的哈他就不买了，所以才去做一个注销。啊，黄议员，那也很奇怪啊。申请案送件的时候，业务单位就要去审核啊，对不对？那审核之后，假如配合款不够，就直接退件了啊，没有补助以后再注销的问题啊。啊，这个也很奇怪。那可能你们都没有审，二百都硬来扣扣扣扣到尾啊，钱补助伊，尾啊才发现到，哎呦，安尼唔对咧，补助款不足咧，啊，这个注销，很奇怪啊，怎么会有这样的行政作业呢？要不要再解释清楚一点？其实，在送件、在审核哈，甚至班会都有一些记录，我们都有跟他们开会。不是啦，对，他来审查不是有项目吗？对不 对？申请的时候啊，项目你们就要逐项的去看啊，看他自备款多少啊，我们补助多少，他们就写在上面啊。对，这个在计划里面都很清楚的记载，是因为计划哈核定之后。农民在执行的时候，最后他们就可能经济状况有困难，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拿出他的相对的配合款，所以这一条计划就因为这样就那个就是不执行，所以才注销。对呀、啊，那他金额不够也不会全部啊，全部都不够啊，你这15万全部给他取消了，啊你嘛听起来够够怪。无伊，诶，是毋是配合款若无，都袂当申请啊？对啊，因为一台机器啊，就是有补助款跟配合款嘛。你配合款不足，整个都他整批就不要买。伊也是几个案嘛，几个案啊，一台机器安尼啊。还没播，还没播，还没有播，因为跟议员报告，我是整个计划执行完，那个凭证回来，我们才会拨款。所以说，那个钱是没有拨给他的，等于是说，是啊、本席在这边想探讨的，就是说“注销”这两个字是很严重啦，这样子而已啦，很少看到补助好了又注销的啦，就是审查可能会发生问题嘛，那你们就在审查阶段就把它隔绝掉了嘛，安尼啦，假如这个一再的注销的话，以后弊端会重重啊。表示审核阶段会有弊端重重了，好，好，听众没有意见了哈、哦。好，那除了阿哥五哈，阿那吴言，吴言，那个13页哈、哦，这3页，第9项，这个是马西，阿马农业处的呀。第9项呀，对，农业工程呢？水产养殖排水。它的这个104年度的流域综合治理计划，水产养殖的排水，这个养殖区的排水路清淤工程194万，这个为什么放在这边？这注定在吧？啊，报告的。也跟吴言报告一下。这个是中央那个时候有补助97万的1/3，那我们因为那是临时性的这个经费补助，所以我们就也没有那个年度预算，所以就用。处长，这吼、哦，这嘛是类似噶，那拄啊我滴公民政处同款，财主这边吼、哦，这个不这样的一个预算，因为他这种东西并不是说啊，你请坐。并不是说很急迫，说像有灾害的受损的一些东西，那
你一定要用在这个量，不能另外我们再做追加点吗？主席，现在变成一个通案了啦。啊，你主席处长，你报告一下，你这个案这款的伤过多啊，到底是安怎？有关吴议员所询哦，因为宜兰通常追加点预算通常都大概办一次啦，因为他的裁员也不熟，每次办追加点预算的话，办多次的话就需要更多的裁员了。确实是，所以说从我看历年来这几年来，大概追加点大概都一年大概都只有办一次。那因为那至于为什么常常会有这些配合款的问题哦，因为现在中央啊常常那个补助款啊都留在自己的手头上，等到年底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要。有点类似说消耗预算，所以就我这样觉得了，你不能把这个责任完全怪到中央那边去了。那难不成就指望五月二十号以后就能够改善吗？我们还是要必须要这个应该要回归到原始面嘛。不能说我用第二亿背金体啊。啊，这种这个，你看他刚刚抢估的也是一样，那现在这个也是一样。该要追加还是要追加，不能用在那个第二亿边境里面啦、啊。当然，你说、啊、第二亿边境也是县政府的钱，这个追加也是一样，这是你们去想办法的嘛。不能啊，这我们这个面条都找第二亿边境来。啊，我就我们如果我这个量把你删掉的话，你怎么办？该做不是不该做。但是要回归到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的预算的使用面上面，要怎么改善？你说说看。处长，你家己本身爱靠一个主见的嘛，对不？那未使就爱，你讲看卖，看到底是安怎？未来呢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请业务单位，还会反映到中央去哦，再把这些他们要给我们的配合那个补助款啊，之前啊，都要提前先跟我们讲，让我们把那个配合款及时编在预算，让那个议会来审议。好，以后改善啦。好，那个陈宏奇，生态绿洲不是你的、啊、生态绿洲上的公里处吧？好，公里处请列席报告来。你第几页？十五页，十五页哈。处长，请说明哈、哦，办理那东山河生态绿洲入口迎宾意向设计。制作案，这里三位啊，请说明了。议长哈，那跟陈议员报告哈，那本来东山河森林公园生态绿洲是预计在去年就要开幕，那在准备去年在准备开幕的时候，那觉得说没有入口意向哈，那人家不知道这个地方，那因为又当初要配合当初开幕，所以时间有点紧迫，所以就依据预算法的第七十条第三款。好、哦，然后去签了一个70万，那去做入口意向的，就是咱即马看到遐有一挂茶的入口意向，佮有一个耐候钢板的东山河森林公园生态绿洲，佮边啊迄个景观设施，啊作为整个开幕时候迎宾要用，但是因为后来碰到那个台风，好、哦，先碰到88，之后又碰到928的两次台风，所以才。整个开源哈、哦、落成才延到今年的四月份，啊，当初就是要配合迄个开幕使用的时阵去做的。啊，这当时要做？古尼做的。古尼做，为什么在104年度核销呢？去年，对啊，因为它的那个整个分配数啊，哈、哦，核销的分配数在12月。那现在本身的已成的屋啊。冇，当初没有分配到这个，怎么会呢？没有到这个，迎宾意向的其实人家基金会来建议讲爱啊，恁都有啊，啊恁都他叫过去买迄个阿波船啊，这为什么没有？你有处长，这有急迫性吗？他是配合，因为要配合。你现在才开源呢，你有急迫性？你本来是去年九月，跟陈议员报告，本来是去年九月。那个主席处长，您动用预备性的企业这么胡乱，对不？规避审查预算。那今年度还有什么？啊，还有啥没走啊？主席处长，你拢赶快啦！你好，你乌白来嘞？这规避预算审查，或是规避咱那个议会监督啊？
啊，恁着偏离形势，第二预备金借较紧的，议会拢无要紧，到事后对这个有意见啦，删除啦。七十万这啊？没啦。好。啊，跟陈议员报告，因为这个东西当初要配合开源，确实有需要的，因为人家才会清楚知道说这个是。对啦，没有急迫性啦，为什么动用第二预备金呢？你到新年才开幕呢，啊，你起码需要那些急迫性在哪里呢？会跟陈议员报告，会回到会在今年开幕是会回到没有急迫性。你们可以这样的忙干吗？干起码今年在开源的呀，去年度的你不加，啊，为什么要逃避那个预算审查呢？早就可以拿出来，最佳预算也可以拿出来啊，全数删除了。时间点你无甲解释有清楚。我本来是去年就要开源嘛，那因为碰到两次的台风，碰到两次的台风才开源，才延到今年的4月22。第一次开源是9月19号，第二次开源是原本排定的时间是10月，啊等于你的八月初八发生一届风台，咱自在都真侪，每下九月二八，佫发生佫一个杜鹃台风，啊这两届风台的依然拢17级风。所以讲对分区有影响。偏离形势啦，规避议会监督，对不？用预备金赶快拿出来，较好就对啊啦。这个这么是洪泰管的啦。无啦，什么洪泰管理？洪泰好，因着规避议会监督嘛，对不？好，吴议员。处长，有的时候吼，我这个我不晓得，你是小学毕业还是那个啊？你避过期，你嘛怪风台啦。起码这边做这嘛怪风台啦。你的这个开源的要开幕的时间，假设没有风台，是不是已经早就定下来什么时候了？是不是？是去年的9月19号。啊，对，好西啊！你被开源的时候，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早就有应该有预定要有那个东西了？那跟风台都无关系啊啦。你别看了，怪天跟怪地，什么都在怪。你就说因为今啊这个忘记编的，然后我们下次这种情况，我们不会再用在第二预备金。是，啊，你走后啊，是，那怪当怪塞。是，你再讲下去，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是的啦。是，谢谢吴议员指教哈，那我这边会改建哈，因为当初没有考虑到整个很周全的状况啊，这边跟那个陈议员跟各位议员道歉哈。啊，像陈爷，你们，安尼好不好？啊！我跟他一路查走，我冇事来删除啊！你规避议会审查嘛，对不？这简单的咪啊！啊，你现在动用第二意见呢？好，那我们先你保留了，好不好？哎，你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先你保留。啊，那其余的部分还没有意见？有意见，还有意见呢？江碧华议员，那个，请教这个第12页哈，第12页第七项。辅助宜兰县梨山果农发展协会，总共是531000，这个是县政府，这个请是不是农业处来报告一下吧？农业处，过去恁卖造庄这一家那个较紧啦。安尼知无？第7个吼，梨山地区农机设备这个第7个。第12页，第12页第7项。是，好，好，说明一下。好，跟议员报告哈，梨山果农的这个案子啊，它是针对他在坡地他种一些那个梨子啊，好，还有一些那个苹果，他需要的一些资本们，包含搬运车、除草机。还有一些喷雾机，还有一些那个修剪的。我请问一下哈，这是你们的业务项下，还是议员的基层建设？跟议员报告，这个是议员的基层建设，因为这是资本门的部分。那按照你这个详细的内容哈，是。那针对所有的一般的农民，他的包括。喷雾机啦，检查机械，就是有关于农业要用的机器设备。
那是不是其他的33位的议员也没有这个金额的限制？那个主计，主计，啊，签稿，12项，啊，12页第7项，这些的所谓农用的这些的机器设备，针对协会是不是没有金额的限制？有没有？啊，处长，你遐报告的，你一般的协会拢30万嘛，啊，这个协会现在好50几万。我们那个根据那个好像农业处他定的一个补助办法里面呢、啊，他有规定是说，好像如果有特殊的话，还是可以签。这个详细的状况可能问农业处他们的定额补助办法会比较清楚。你又推给这个农业处？不是，那是真的是我们是定个上限的那个补助办法。你讲话就公然，不要跟他讲啊！你这嘛你我对你的这种人品的讲话真的是。见鬼说鬼话，见人说人话，你这是完全没有一套的标准。这些的补助的要点，你给推广农业处，啊，你是主计行了，不是有一个上限30万吗？你对我们这些其他议员都这样子。哎呦，您这讲我清楚了。如果是齐头是平等，那就上限就是30万。为什么这个可以到59，而且这是基层建设？你是因人而异嘛？以前我讲完全没有标准。农委处长你也当报告对吧？处理一个报告。跟江远报告，那个我们那个农委处的这个补助要点里面有，如果是一次啊，一次就超过30万的话，那就是下一次就不能够再接受补助。就是如果是超过30万。如果是每一次都是几万加起来，不能超过30万。如果是一次就超过30万，那下一次就没有下一次了，是有这个限制，在那个补助要点里面有这样的规范的。所以他这个案子超过有4个议员，总共提了这么多钱哈、哦，是这个原因。你这样讲，本席听不进去了。你们现在是以一个单位上限30万，不管是社区所有的，就是一个资本门，就是上限30万。同样都是人民团体，为什么一国多制？那这么说的话，你们现在就是玩这个数字游戏，30万，而且几万，甚至2万块，十个签，一个分担2000块。经验啊，无这保留啊吧？我有代志。主张删除了。删除啊。还有一件。安尼，黄议员。处长，你对我讲吼。30万吼，今年若跳过，吼，明年要减落去，对不吼？这是你讲的，啊，这个你们说公报有对不对？请拿公报出来给我们看，吼，你们乱讲哦。公报有这样的项目，拿给我们，哦，那单位报告的时候，做嘴巴来签，那没有的话，你赶快收回，哦，那是第一个，过来，协会，他有没有耕种面积？有没有协会有啊？这耕种面积，你买这物件是要实际去做耕种面积哦。第一个，协会有没有耕种面积？多少面积？第二个，协会有没有办研习跟教学的一个动作？一年办几次？哦，那第三个，这些机器买了53万1000块买了以后，平常谁在管理？平常谁在使用？要说明啊，不然一个协会怎么会申请这么多机具？不能假公济私啊，协会来申请沦为个人去使用啊。这三个点你讲清楚，协会有没有面积耕种面积？有没有？好，请答复。根源报告哈，协会是有一些会员哈有加总耕种面积，协会啦有没有耕种面积的啦？这个协会啦，这个协会个人没使去啊补助，对，协会团体我们是补助协会，是协会他有没有耕种面积？整个协会的挂在会员下面的应该有，我印象没记错应该有应该有150到200公顷，都登记在协会的名字是不是？不是，因为那个是会员登记在会员的名字对不对？是。好，
产销班也是，就不要算在协会里面的哈、我们是针对协会，对，这是公共使用。对，协会他平常有没有办教学，还有研习活动，用这个机器来教人家怎么做？像那个喷洒剂一些施肥的，有没有？用药和那个施肥的都会有一些讲习。你现在买这么多东西啦，对不对？买这么多东西就是要使用嘛。对。那这样子一看下来，就很明显的凸显出来一个问题嘛。用协会的名字买那么多机器，是去拿给个人使用嘛？会员呢？这是以会员的身材机器的。会员。对。是不是啦，是公。也不能够拿单拿给会员使用啊，是协会整个要用的啦。对，就是协会的会员哈，都可以使用。对，他在调度上面都可以共同使用，这样才符合说用农民团体来申请，然后补助他一半的。那使用是全部放在会员家里面，还是全部放在协会？今天要用就来协会那边拿，明天要用也来协会拿。也行，管理的代志啊。对，所以我问你啊，平常是谁在管理，谁在使用啊？对啊，协会会知道他的机器今天在哪里。县政府哈、察言节制啦，像这样的补助款哈、让人家有想象空间跟空洞的问题出来了，对不对？啊，审核都不审核清楚一点，起码所有经济人要用协会清洁的卡，那个卡有啊，就可以搬钱了。搬钱怎么用？县政府不管。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你对这预算呢？啊，预算呢？他们没有讲清楚啊。啊，你也看我的。啊，没有讲清楚，他们没有办法补助的话，我们就送检调单位，那郑龙师去处理啊。好，这个预算你有意见哈，请坐。啊，那我们暂你保留。那其余的部分，我们按所有的预算里面通过，好不好？啊，不会啦。好了，这里黄建荣议员。好，地震处长，请列席报告来。告诉我，因这拢规避预算。壮维的部分。规避审查。啊。哎呀，安尼个会使。啊，要收来，早一点嘛。哎呀。这个温暖一下。黄议员报告哈，这个是陈议员陈福山他的基建案也基建了，就是公所他要为了改善我们说那个这个这条路哈，所以那个陈福山提了20万的基层建设建议案给他，啊数不低哈，数不低阿伯这个建景啊，这条路多最高多来那个自来水多来哦，好多来哦。所以哈、伊就讲单岛主来去挖料时阵，他来做，所以就把它撤掉了，大概是这样子。好，黄阿的陈议员，陈议，你今嘛恁两个是上未上啦？黄议员，伊问这条也是结束者。啊，今嘛做好未？主来水挖好，今嘛做好未？对，已经好啊！啊，今嘛迄个吉利刀哈，啊好啊，上来做。啊？好啊。加班加上台坡，这我不了解。啊，这笔有没有出去？这笔没有出去，没有出去，没有出去。好啊，没有出去，但是那个今年呢，好像基能建议案又进来了。好，又进来了。自来水公司去挖，他就有责任加班加坡薪呢，要坡一半，因为自来水公司都有收费。啊，你了解不？啊，这笔钱我们可以省下来。然后再去做其他的公益的一个经费，这公所了，这又搞公所。自来水公司他们就要把它铺好，因为有缴费给他们。啊，王建良议员，你不是要问这条吗？就啊，自来水的关系啊，所以停止办理嘛。就安尼，你无意见啦？我听起我提意见啦，利能协会啊。利能协会这长青食堂，利能协会是什么单位啊？利能协会，我啦，不是你的，你离开啊。那个社会处啊，社会处、啊，社会福利寿司、啊，社会处长。他这个案子不是已经补助过了？社会处长现在注销、啊。
有无？社会处叫伊来啦，你安尼啊？有安尼，你请姐姐嘿，请吴秋莲议员。那个主席，我想请问一下哈，我你去年讲迄个那边资本门才能够使用，然后呢10000块以上才算是资本门，是不是这样说？那在第16页这边的第五行哈，这些不是针对哪一个社区，也不是针对哪一个同仁，这边讲到要东山盐山乡的这个发展社区，它补助了一个8500的血隧道式的血压机。现在我们不是说针对哪一个人或者的，但是你看这个8500，它有超过10000块吗？为什么其他的不行，这个就可以？那你们的标准是什么？好，处长请答复。这个吴议员所询的，这个可不可以让我去查一下？它有2种情形啦，我看大概是哪种情形哦。第一个就是说，它一开始是超过10000块，那最后决标的时候变得是比较低，但是我们原则上是以说，当时它的定价的时候是10000块以上的话，就属于资本。这是有种这种情形。弄个超过10000块，那多少几家10000块，一啊几家10000块，决标以后再存2000块，我买上留下，那说谎话嘛？那阿内。你们应该要有一个，你们都会去评估啊，要补助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到底这个价格是多少？那你看看对其他的同仁，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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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结果这一项就 OK， 标准在哪里嘛？你们一视同标准一样，大家都没有意见。所有的同仁也都能够遵守我们这个规矩，然后我们很多的协会也是遵照这个办法来做，但是你不能跑出这样的一个东西来说，啊，来讲啊，进奖有超过10000块，啊，结果变成这样，哪有这样子做事情的嘛？那变成两套标准了啊，说的跟做的完全都不一样了嘛。处长以后像这个改进的啦，麦哥。改进要哪改？改哪东西？观察看不到改啊啦。好了，请坐了。那陈宏旭议员，那个21页来，那个幸福转运站吉米装置艺术这个相关经费这个啊，请说明啊。吉米广场那里是哪个？不是吉米广场，是那个旧台汽客运站的那个站体，那个是幸福转运站。没有，幸福转吉米装置艺术这类啊，这是啥啦？这个是那个社会处在102年跟财政部国产署争取活化旧的台汽客运站。那我们里面要做的就是身心障碍相关的小作所生产的产品，训练他们做东西之后，产品放在那个幸福转运站来做相关的展示哈。那这个站体我们县府啊，这装置艺术嘞。装置艺术就是议员在那个媒体上或是经过时候看到的，有一只大象，以及一只长颈鹿，用那个旧有的那个巴士，好、哦、去改装的那个装置艺术啊，这个是放在我们整个园区的后方。哎，这哪时候发包的？有没有公开发包？公开设计发包？应该有。应该有，因为这个一定超过100万的、啊。对啊，哪时候了？因为我查一下，因为那时候我。那为什么不在追加预算里面办理呢？为什么用第二预备金呢？是规避审查、议会监督吗？不会。不会，现在议会监督不到啊，我唔知啊。你动用预备金的是规避监督嘛，规避审查嘛。这里怪。哪时候发包？这数字拢遮济吼，啊恁安尼，恁若欢喜做啥就做啥，3-400万嘛刚刚开落去，啊嘛伫预备金内底开，恁这县政府顶个是无政府个呢？几百万的东西应该有一个计划，预备金安尼。有没有办法耽误了？没有办法就保留了。
主席啊，陈议员，谢陈议员指教哈。那我们信物转运站的这个两个邮局哈，它是在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填写计划，然后发包日期，发包的部分应该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发包的。十二月份发包，而且这一次是哪一季的？104年度哪一季？第四季。第四季，啊，你今年度的十一月发包，啊，你本来就有这个计划了啊。你本来嘛是甲原有的公路局在这边去改，变讲铁路灯的时阵啊，那原有规划设计拢无，啊，你直接用第二意变性拿出来，主席啊，较方便，可以这样吗？开方便，啊，你较好嘛，开方便之门，规避审查，规避议会监督，啊，是跟厂商私下授受。主席啊，我希望有相关经费哈，那规避审查，这个预算这么大的话哈，我相信讲哈，啊提前调政风单位去调查一下啦，到底是安那，他们是不是规避咱整个议会监督嘛？那我呢，时间也没有急迫性，也没有必要去那么快，在这些预算都可以拿出来的话，你再一回，啊你想到啥，要做啥，在第二笔金随便你们拿哦。那个陈远啊，无安尼好不？你们看主张哪几条嘛？没啦，规避预算啊，那整个啊，超过50万以上的啦，在公部门使用的话，不管资本门、金山门啦、啊，拢啊去调查啦。无，我看你甲指定哪一条较好啦？啊，你安尼？不是啦，第二预备金50万以上啦。无啦，那你管政府用安就好啊，这简单嘞啊。安尼无多人。啊，你指定要规只，起码无你过很多顿来哦。要过很多顿啊不？无啦，我即马讲个意思哦。无啦，你若要过很多顿啊，我就来，我那一条一条来指明啊。迄个，规避监督啊。啊，黄爷。告诉我，这是标准的迄个后边来。那个民政处长啊，你要讲个清楚。你这叫你讲，会当用正常预算哈，啊编预算去做，安尼哈。你甲十一月，你们是不是配合过年的时候跟宜兰市公所结合在那边做？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有没有？对不对？讲出真心话来嘛，讲出真心话会给你通过啊。说的。那个这个案子，因为当时不好意思哦，因为当时还没参与社会处的业务。不过从刚刚的那个相关的文件，详细再看，它是在去年的十一月，好、哦，那时候其实主体站区已经修缮的已经快完成，那有发现到后方那个植树完之后，后方是空旷的。那当时呢，也在考虑说，今年的欢乐宜兰年在宜兰市来举办哈。那因为这个区域那个位置适合来摆那个儿童游乐设施，所以当时是希望用台汽的那个概念，用车子去改装成那个溜滑梯，所以才会由县政府的第二预备金来牵办。对啦，这个县市合作嘛，对不对？所以你们把它说清楚一点，讲啊，我就是有真有私心，要甲做好。所以讲吼、哦，过去想无到的，即马反到宜兰县吼，要互宜兰市落去办，好较澎湃一下。哦，啊，今日用预备金来甲支援一下，啊，唔才对。我咧做市长，预备金也要甲支援。好，感谢王议员哦，我管你阿无。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第十五页，第十五页那个社会保险。啊，请问那个主计，这个是金昌门是不是？还是资本门？200几万这里，245万。身心障碍这些、啊。哎，对。这个部分，这金昌门还是资本门？报告黄议员，金昌门。好，那金昌门这个是有急迫性或没有急迫性，说明一下。谢谢黄议员哈，这个是去年104年的七月开始，是实施那个新制 ICF， 就是身障证明
要求以前领身障手册永久领证的人，以前是永久之后就不用再去做那个再次检查。那新政 ICF 因为他要帮他连接相关的社会福利的那些资源来照顾他，所以要求以前拿到身障手册永久领证的这些县民，必须在104年七月到年底必须要重新鉴定过一次。所以从七月开始，陆陆续续鉴定呢，既然领到永久领证，他的状况应该是会退化的状况会比较多。那在那个相关的那个健保的规定，只要你的身障的程度是属于重症的，所有本来是应该自付额的健保费用，全部要由政府来那个支付。那这笔钱呢，就是在发生在11、12月，因为那个重新鉴定完之后，由中度变成重度人有730人次，他的本来的自付额，如果是中度的时候呢，他必须自己要自付一半，政府补助一半。那如果他由中度变成重度的时候呢，一关来高黑板变成监护外国退役黑的户哈，这类钱就是伊的迄个鉴定之后程度加重，有730人次，改由我们宜兰县政府要帮他支付他的健保费。那11、12月的钱确实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这个钱又不能够不缴，所以才签请县府同意动支二倍金来帮他们支付这笔费用。安尼吼，各位啊，因为今嘛已经这个，我想要休困10分钟啦吼，无咱大家拢已经讨论到真深入啊吼。除了刚才吼，我即马先做一个决议吼，刚才。我们有像陈鸿禧议员他刚才主张的哈，还有王议员主张的有关于这几条哈，先暂时保留了哈。您的不同的意见，我们先暂时保留了。包括到这个30万的限制，这个额度变成53万，这个嘛保留了哈。村的部分啊，可以通过，这样好不好？8500的我看卖够最少啦，好不好？那个毛巾咱拄了有家警告过啊。不能。陈爷。好啦，里面所属的属于金长门的部分啦，删除啊。金长门的部分。嘿啦，那金长门、资本门那不合理啦，金长门都弄删除啦。啊，那不都。金长门的部分哈，我们就暂时保留了，因为这一点也不同意见嘛。好不好？村的部拢通过，你大家有意见吗？好，没有意见。好啦，慢你啦，休困啦，10分钟啦。我讲金长门不包括啥货，你知道？金长门包括车，然后公车。
好，各位同仁，请就坐。我们继续今天早上的会议。吴秋莲议员，蛮相会。吴秋莲议员，佮讲者。好了，谢谢。那个二十一页哈，也一样在这个案，二十一个劳资关系的这个。啊，他做的拢贵啊，佮没有了。我都讲你讲，你讲蒙讲。那那讲话就是，你要上厕所就上厕所，袂使安尼啦。啊。这个现在不是说他们的执行是不对，但是我不晓得在我们的本预算里面，对这种植栽的那个补那个补贴哈，有没有这个项目？我们在这边已经那个光是一季就用了八十几万，那我们在本预算里面没有编吗？啊，请劳工处，劳工处，劳工处没来啊。我来是删除哦。劳工处有没有来？啊，无常委代理啊。常委用的对吧？劳工处有没有来啊？啊，没有来保留。本案保留，好，好，好不好？好，请坐。那这样好不好？我跟各位商量一下哈。就是讲，这个头拄啊吼，有这个金长门啊，有意见的部分全数保留，吼、哦，啊迄、那个，谈拄啊迄个无意见的部分吼，安、哦、尼总共有意见的部分有四个项目吼、哦，四个嘛，我拄啊这个四个嘛，哦，四个项目保留，大姐。8500你也要保留啊？啊，好，8500那个也一并保留。啊，其余的没有意见的话，就其余的通通通过。啊，资本门有要求保留的部分有三个哈、哦，那也保留，总共保留有啊五目了哈、哦。哎，啊，其余的没有意见，全数通过。那今天。阿个念嘛，啊，安尼加念者好嘛？那迄个保留的部分加念者，念项目得了哈，好不好？加钱偌济安尼？在第十二页，暂时保留在第十二页的说明栏第七项，那53万1000元，还有在第十五页，对，在第十二页第七项。53万那里啦，补助宜兰县梨山果农发展协会办理104年度那个53万1000元，还有在第十五页的观光区整建工程70万元，还有在第那个十六页的补助原山乡东湖社区发展区购置隧道式血压机那个8500，另外在那个在二十一页。21页第三十八项，幸福转运站吉米装置艺术那个338万5000元，还有在那个33目的第四节劳资关系与福利82万5000元，这个说明人到那个24页的，这个也是全部暂予保留。好，以上的项目全数保留以外，其余的全数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意见通过，啊。感谢大家吼，我看迄个早起的会议啊，即、這个都到这为止吼。那下午啊，2点半吼，2点半啊，再请各位吼，拜托各位啊，2点半阁继续吼。感谢大家，散会。